今天呢，一个要是依然，你要是依然，我要去彩虹吃点心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现在在等公公跟婆婆过来载我，然后等舅舅跟爸妈来载他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录音，然后刚我们才睡完觉，吃饭，吃完饭我们现在在整理东西了。换你讲，我要去花莲，他要去，没有，你是要去宜，我要去宜兰，然后他要去彩虹，然后带婆婆跟狗狗来载他，嗯，然后。我要去花莲跟宜兰，没有，只有宜兰。宜兰跟花莲吗？没有，只有宜兰。哼，谢谢大家。花莲。